到双子座，流星雨洒满天。Hello， 各位小耳朵们，欢迎来到歪果微购电台。这期我们来聊聊那些甜到发齁的偶像剧女主现唱片段，微糖甜度。甜心教主王心凌的《彩虹的微笑》必须上榜，有没有？当年的乌龟小妹是否勾起了一波90后的回忆杀？半糖甜度，你还记得当年那个皮皮少年是如何撩动你少女心的吗？杨丞琳的暧昧会告诉你，那是一种怎样的春心萌动。暧昧让人受尽委屈，找不到相爱的证据，何时该前进，何时该放弃，连拥抱都没有勇气。七分糖甜度，想必每一个女生的心里都曾住过一个江直树。林依晨的恶作剧让你感受到追一个天才学霸究竟有多难。全糖甜度，张韶涵的《遗失的美好》前奏响起，是不是瞬间被拉回追剧的时刻？都给我锁死这对 CP。高糖甜度，还记得那个我不叫魏我叫楚雨荨的爽妹子吗？她的爱的华尔兹有没有让你回到那个夏天，再体验一下狗血剧情的高能瞬间呢？没有谁能比你更合我的拍，没有谁能给我你给过的爱，我们的未来是最美好的存在。尿糖甜度，这一终极大招要是不颁给依萍和舒桓这对 CP， 就问谁还能称霸。赵薇的情深深雨蒙蒙，那曲折委婉的爱恋，荡气回肠的恩怨纠纷，让我们来举杯敬这份跳江的爱情。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，如果收看我们节目的小耳朵们有任何想说的话题，都可以在我们节目下方留言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